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可以解得出这一个题目。哦，我的宝箱又满了。问题是，我已经来到这了。哇，你很闲是不是？一天到晚找我茬。对啊，他这钱真的很好赚。哎，我刚好像看到一个什么东东可以互动，是不是？哦，不是哦，是略姐。我看我能不能再猜出一些更详细的地点。神殿中会是在室内的意思吗？或许这边都没有。怎么看到外面又有人在作怪？哎，我什么时候已经完成30个的群众事件了？已经完成了，自己都不知道。会不会在地下室啊？哇，好多骨头哦！好可怕啊、哦！有一种毛毛的感觉，我想赶快离开这里了。这里面是有什么啦？到底是谁想要把宝箱藏在这种地方？墙壁上都是骨头。学开锁二啊，我还不能学开锁二，现在还是锁住的。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整个室内啊！看到了，看到了！我还想说，我绕室内都找不到，是不是我想错了？在这个在世界的中心，圣路的圣者仍在等待南方的使者，带他进入神圣的天堂。圣路，我刚刚才读到，在哪里？教堂嘛，刚刚那个叫什么教堂？这个对不对？圣路，应该是哦。教堂。这个吗？啊！我爬到一个骨头山，刚爬上去还没有发现。
father that it has to be. Give me a name!为了避免我自己当暴徒，害我现在每个群众时间都要耗烟雾弹。看还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资讯。等待来自南方的使者，带他进入神圣的天堂。那能代表什么？这边应该没有鹿的雕像之类的吧？南方。都没看到，会不会在里面？我觉得它好像有室内哦。啊，我看到了，看到了，耶、yeah ！再来，这区都做完了耶。嗯，这边还有个漏网。有点远，要跑一下。切贼，切贼，别跑！切贼！哇！天蝎座，所以叫我继续解谜的意思吗？天蝎座是这个吗？哎，那是水瓶。啊，天蝎座在哪？哦，这个。再找人家麻烦，杀死你！
哎、欸，他还没死吗？哦，死了。哎呦，我一箭就杀死他。这什么等级数的群招事件奖励？群招事件奖励之前30的我没有看到啊，30我漏掉了。现在我解完了，我现在已经进入累积35的阶段了。我觉得算了，要潜行好麻烦，我还是继续当暴徒啊。里面还有几个人，我们杀了赚经验好了。哇，为什么没有办法连续刺杀？撞到我了吗？哦，等级这么高哦。意外、欸、在对面，收集品应该从那个窗台进去。有了。对啊，我已经完成10个群众事件了。好了，我们要算，我相信你啊，大概有吧。存档同伴任务，保护我的盟友。虽然我没有发现到到底有没有关联，但我觉得这些蓝色的简单任务啊，有可能是跟 APP 上面的其他刺客同伙有相关。或许它有相关又没有相关的奇怪的状况，是因为 bug 太多了，所以就干脆开放也是有可能。我去下那个 APP 的时候，评价一整个糟透了。接下来我们就解这个乞丐之王所在的地方吧。这旁右边真的很夸张，整区很大的红色区域。就是暴徒怎么样？哦哦，
等一下，什么？可恶，我没有按到防御，不知道看不到 APP。对啊，看不到 APP，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开，我就昨天试了一下。我觉得他赚那个点数，如果不是真的有影响到我的传奇装备的话，我是没有很想玩了。一直以来我对派小刺客去做任务的游戏都没有很有兴趣，那是因为他可以赚很多钱，所以我都会认真经营。看我过啦，挡路哎、欸！从目标身上窃取东西。哇，另外一个窃贼只好让他跑了。现在是红色的士兵，就干脆杀掉算了，不用窃取了。有位笨贼自己跑回来，在哪里？后面有个宝箱，再来。这个好了。好久没有连续穿越那么多房子，杀死目标。顺便连群众事件一起。哇，我的烟雾弹用完了。Oh, my God.
看起来没有很好进去耶，那几个门感觉就会上锁的样子，而且里面守卫好多、哦，这个区域以后再来好了。那帽徽我刚刚不是捡的吗？自从换了这把剑之后，守卫就变得超级弱。再来，我去补一下消耗品，然后做那个巨人。只是想从一个窗户进去而已。哎，商店不在二楼吗？这房子设计也真奇怪，没有办法去二楼。伊斯加略巨人高大的体型来威慑住民，赶紧保护你的孩子。公民们被迫祭奠这可怕的怪物，他徘徊在圣彼得波特圣德尼波特街以北的神殿，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怪物。他去神殿哦，神殿是很恐怖哎，士兵都有够强啊，有窃贼，我来停止他。至少我觉得今天群众事件累积的好快。这些区域比较混乱，就对了。哇塞，这么多！Yes, a giant. He killed a man. Huge, blue and green. 蓝色、绿色皮肤哎。Terrifying.
The giant Iscariot is on a rampage. He threatens people and rips innocent people to bloody chunks of meat. If someone refuses, the giant squeezes the life from them like juice from an orange. 他还有威胁民众的智力。He sniffs the air as if hunting prey. He tracked a man down today, killed him where he stood.他还可以跟踪人家，他是刺客吧？ I saw him just now! He just killed someone! A huge, blue, cavernous mouth with no teeth at all! Oh, may the Supreme Being save us! 看起来是个长得很奇怪的家伙，应该很好找。My dear husband, look, crushed to death for what? He refused to give everything he had to the giant Iscariot.这个吗？尸体，这具尸体有一连串的骨折，仿佛被什么重物压碎似的。嗯，找到了。啊，这不是解谜，应该不会说太难。是我又卡住了，窗户都进不去。这里可以。好像没有很多护卫的样子。Who disturbs me here? 都没有护卫。My bloodlust is not yet quenched. 既然都没有护卫的话。下到一楼，然后一枪毙了他。哦，他是不是要走上来？危险，危险！他会走上来。究竟是刺杀还是枪杀呢？没有像他们描述的这么奇怪啊。还是一样，一枪就死了，就只是一个壮汉。他是一个人物哎，居然伊斯加略。1789年七月初，整个巴黎传播着关于巨人伊斯加略的谣言，传说他有着绿色的鳞片，穿着铁铠甲，头发是由张着血盆大口的蛇所组成的。这部分更显得突出，就是这部分。居然伊斯加略经常被拟人化到其他政治事件中，九月屠杀、教会财产的国有化等。他们也很会胡乱。哎，我一楼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出去了。麻烦，我还要回楼上。
好，准备使用梯子。死亡转角。可是我刚刚是用枪杀的，我没有用死亡转角。说不定他不怕死亡转角。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应该都会怕吧。再来，处女座哎、欸，找到了，找到处女座了，来点这个吧。它是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是不是？可是，他之前说要收集12个碎片，可以解开那个铠甲，所以。应该还要解好几个。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Bullshit. Talk. Yeah, that was that's a bug. That's odd.哇，那边好多红兵哦！为什么要起义？为什么要起义？哇塞，挡不住！我没有看到他发射。哇！这我没有办法打滚。拿枪射我，你这是混蛋！暴徒千匪，我不是暴徒，我也不肥。虽然肥了好几公斤，我不管，不肥就是不肥。